上的对局啊。高学历的智慧竞技场，海洋酸化，生物多样性，用翅膀震动。对的，台湾人认为，我就觉得大家都很假扮，应该选 B。这东西通常就是假讲而已吧。会怀疑太简单。哇塞！天哪！快啊，看多厚一叠啊！滴滴 D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